好了，兄弟们啊，老板连续20个最极品的原身啊，衣服全都是利敏双加，帽子没有白板，全是特技特效，武器最高伤害520多啊，物理系的梦想，这一波成本是4个 W 以上，兄弟们，20件4个 W 以上，给我炸！160专属特效，封印命中率，法术暴击几率，物理暴击几率，我不要第一次鉴定的成就，专用来一把。不要第一次鉴定，你他妈的2点成就、3点成就一起谈。这是最高伤害的原神，打出了563啊，584魔敏，这把武器还可以，有点特技，有点不魔啊，都有花招。531是咱们493的原神，接下来轮到双加的原神了，立体双加49，磨耐双加54，防御好低，衣服268立体，防御不高，双加也低。160专属特效之魔法效果回复加8，537啊，493的枪，514耐敏双加，没有封印命中率，没有不磨，帽子是个白板，哎呦我擦，封印特技鞋，雾爆不磨鞋，16%、17%、17%，本来就有13%，30%。来不磨，来不磨，这波40000来一个超级不磨就行啊！特技特效应该是经常出啊，他没弹，225拉稀，233拉稀，衣服立体啊，没穿刺，没雾爆拉稀，576很拉，551利敏很拉，548很拉，腰带没愤怒，鞋子出特技了啊，回魂咒没用，来个不磨，来个不磨特技，来个不磨特技双蓝，哼，小不磨啊，小不磨。